五十三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玲玲。那今天呢，因为呢我星期五梦想的设计的走秀，那我决定我要走秀是 YouTube。那我现在呢要来做 YouTube 的一些东西，但是我有两种东西，一种不一样，好像不是 YouTube 里面的，我已经做好了，就是这个耳麦。然后呢，姐姐，这个耳麦，那大家会在旁边说“玲玲加油”会吗？嗯。然后呢，这个、耳麦呢，就是呢，那个纸杯上的那个东西，然后把它剪下来，再塞里面，再弄掉，再弄一些雨线，然后把那个开的部分，这个小口粘起来，用胶带粘起来。然后就可以固定，然后这中间是用纸做的，就是拿一张废纸，然后把它揉一揉，然后再用彩色笔涂上黑色。你也可以用那个黑色的色纸。然后呢，你也要是你想再做的坚固一点的话，你可以呢缠胶带。那我先带着这个。好，我讲话声音变大声了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接下来呢？好，接下来我们需要的材料工具是这个大胶带，然后还有我们的随便之剪刀，然后还有我们的随便小纸箱。坐垫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我们呢要先把这个部分，这个部分剪开。那你记下来啊？对了，忘记了，这一集是玲玲美拉锯，你知道吗？玲玲美拉锯，我们要做出 GoPro 的造型，因为我现在要做 GoPro。GoPro 就是各位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是你们各位，你们各位是 GoPro。对啊，因为我们是要 GoPro 录的。那么简单，好，那我把上上下下，哇，用胶带粘，撕胶带的声音可能会有点刺耳，所以可能看这集要小声一点。对，那我说话大声一点，你们就不用在那边叭叭叭的啦，然后在那个叭叭叭。来，接下来爸爸没有来的时候自己偷录哦。爸爸说可以录啊。等我。好，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随便选面是这面，然后我们把不好的贴不好的胶带剪掉。要是没有贴不好的胶带就不用修了。虽然我有两颗手指，可是我手艺还是不太好，四颗手指应该才行。好像我两个脚趾头都一样位置哎。于是呢，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这个旁边小的地方。好，那这个小的地方呢，画上墨水。你们去帮我拿一支铅笔。我先告诉你们，我们这个等一下要这样子。然后把它描下来，描下来，这样描，然后描下来之后再把它剪下来，剪下来把它贴上去，要两面哦，要比较车的，好，课后剪裁，这支笔是我在课后失踪的笔，我同学说的。要是你们是生美的同学，可能知道我们有做梦想设计图，然后还有职业小树。梦想设计图就是可以把你梦想的样子，比如说我画了 YouTube 的样子啊。如果是我以后走秀，我可能要决定很久才行，对不对？你梦，
妹妹，你的梦想未来是什么？我的梦想未来当然就是卖衣服啊。卖衣服，那又要做衣架，然后呢，还要随便拿一个不要的衣服，然后缝一缝，然后还要这样，然后呢？要是你现在二年级的话，这样你就可以跟姐姐在一起。可我现在才九班而已。对啊，可惜可惜呢。希望我可以打快一年级，这样子的话，我就真的四年级快要追上你了，对不对？就像这样。然后呢，我们底下也要在一个部分，那我们就不多说，就让我安静的做，然后等一下再继续说。你们想到旅线会想到什么？勾，要一些机器呀、啊，都会有电线。那我们就要用旅线来做电线啊。那样才有创意，对不对？对，创意就是这样的。你不会说我撕破吗？好笑吗？撕破呢？两颗手指对我来说已经还算可以成功了。我失败，你们不要逼我。不是逼，是逼。逼真的逼呀！逼逼逼啊！逼逼逼啊！逼逼逼！是的，拜托你体谅一下你姐。你就是我姐啊！啊，不然你就是我姐。啊，你就是我姐，啊，你就是我姐，啊，我就是你妹，啊，你就是我姐啊。很像那个电影的。我是学神的，我是学谢和的。Oh my god！ 我写太多。你觉得你的相机断了没？还在做。哎，我想到了，这个可以当你们上面开始录影的按钮。去这说明是 4K 的，我可以先卡吗？等下再录一段，我看一下是不是 4K 的，好不好？ Action 4K 24fps 测试开始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要继续哦。好，那我们要把这个铝箔卷，好，把它卷。神奇咖啡，轻轻摇摇，爱像朵放蓝色天空下，让我自由。哦，那我们就爱做了一个双面胶，把它贴上去了。好，对对，这就是 GoPro 啊。对啊，我很喜欢啊，很像，你做的很像 GoPro 啊。然后跟你讲事实吧。这个影片可能不会剪出来，你晓得为什么吗？因为是用 4K 录影的， 4K 录影爸爸笔电没办法剪，会跑不动。等下次爸爸录完，爸爸赶紧来教你怎么去设定 GoPro。 你这个是做什么？ GoPro 啊，酷 GoPro 还酷呢，做给爸爸的是不是？不是，我走秀要用的。你什么？我礼拜五要职业走秀啊。明天呢，是不是？对啊。韩老师，你要带这个去走秀跳？对啊，因为我的梦想是优秀的啊。哦，所以明天要带学校跳。嗯。哦，酷呢，那这影片爸爸想办法帮你剪。做完了，好，喜欢我的姐姐帮我按个赞，还要记得订阅我，按下下方的小铃铛可以刷新的影片通知，还要记得留言和分享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哎呀，新成绩哦！